昨天大家是有听到一些关键字有偷笑的，其实我自己对，就是所以我就把那个看到他牵着你的手，就想要再试一遍是吗？然后所以我写好这首歌的时候，有就是专辑做好了之后，我有请那位同学来我家里听的，然后就是全部听完之后，他就很有点感伤，说你可以再放一下我那首歌吗？我那首歌。马上就变成他的歌，对，好啊，当然这首歌也会收录在这个最新的专辑度哦。然后大家如果呢，对于想要听一下这个新专辑的歌呢，外面就是有预购，大家如果等一下可以去支持一下这版的唱片，是非常摇滚的事情，谢谢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首歌了，换新专辑歌都快唱完了，旧的，啊，唱旧的，泰文歌，泰文歌，大家知道我有之前有写过一首泰文歌吗？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觉得有研究一下泰文。其实我还有上期末知识，就请问泰文的一些单字怎么讲，然后我就把它就是做下来，做笔记下来，然后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自己觉得蛮有兴趣。我乱讲，就是因为我家人，我就是台南的老家人，很多泰佬，就是其实小时候就听到很多泰语，然后其实不太知道他们讲什么，就是反正就是之前就有去研究一下，然后后来我就是知道泰文的我爱你叫做孔阿坤。于是我就是在 live 家里面，我就捧阿坤这个字呢，写了一首泰文歌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。大悲，大悲，在天境界，人间在你心怀，爱在，离开在地。在天放地哦，天天美地，十八，天天拜，天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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